身旁，一起度过快乐时光。啦啦嘿，金宝在响，啦啦嘿，炫酷变装，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越过高山，越过海洋，美好故事与你一起分享。迎着阳光，挥掌闪亮，梦想将起航。响啦啦嘿，炫酷变装啦啦嘿，飞船闪亮，我们是宇宙护卫。大象妈妈在哪里？多多，多多乖哦，快起来。咱们快走！啊，不好！啊！没事啊，多多。妈妈说，一会儿你一直跑，直到跑出峡谷，妈妈不要停。妈妈，快走！妈妈，妈妈，快去找其他的叔叔阿姨。妈妈，妈妈，快走！给兔爷爷的助听器，他听力不好，只有用助听器放大声音才能听到。现在很快就要完成了，来，要不要跟我一起？风暴跟我约好一起训练的。闪电，咱们俩什么时候约好了？不过现在也不晚，正好训练你一下。风暴，闪电，警报，警报，警报，有任务。是斑马腾腾，护卫队，小象多多和妈妈走散了。你别急，我们马上就来。显示任务坐标，目的地斑马腾腾家。宇宙护卫队，出发！闪电，彩虹，风暴。出发！是。风暴机车，彩虹机车，闪电机车。准备降落。是。持续多天的暴雨虽然已经结束，但上游河流水位仍然持续上升，请市民注意。多多不哭啊，能告诉我们你和妈妈是怎么走散的吗？峡谷里发洪水了，妈妈带着多多跑不出来，就把多多一个人赶出来了。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。那就是说
嘟嘟的妈妈还被困在发洪水的峡谷里。嘟嘟，到底是哪条峡谷啊？嘟嘟不知道。好了好了，嘟嘟不哭，妈妈现在需要帮助。嘟嘟愿意带姐姐回到峡谷找妈妈吗？风暴，彩虹！前面岔路口太多，雾也太大了，没办法从高处观察。嘟嘟，咱们去前面看看是哪一条岔路。就是这儿，嘟嘟，走哪边？应该是那边。哈哈，收到。不对不对，是那边。知道了。不是那边，是中间的路。到底靠不靠谱嘛？好像还是不对。什么？闪电！多多不记得了，妈妈你在哪儿？多多想你。这么多峡谷都在涨水，象妈妈可能在任何一条峡谷里，而且水势上涨很快，咱们时间不多了。多多，要是多多长大了就好了，那些叔叔阿姨都能从老远的地方联系妈妈。从老远的地方和妈妈联系，有办法了！你们看，大象跺脚时可以产生超低频震动波，而其他大象则可以用脚感受到这些震动，再经过骨骼的传导，将地面的震动传送到耳朵中，这样就能听到这种信号了。通过这种方法，大象能在30公里的范围内进行简单的交流。多多，你快跺脚试试，看看能不能和妈妈联系上。怎么样，多多？妈妈回复你了吗？救命啊！哎呀，怎么还没有回复呀？的确是低频震动波。我知道了。因为多多还太小，体重和力量都不够，所以产生的震动波太微弱。那不是没办法了吗？妈妈，彩虹姐姐，你一定有办法让多多快点长大吧？快点长大？有了，就是它。只要把它和音响喇叭连在一起，就是一个震动波放大器了。音响喇叭？机车。最好的音响喇叭应该是。怎么是我的机车？你不是摇滚歌王吗？你的音响是最好的。好吧。慢点慢点，这可是我声音效果最好的音响。这个是我淘来的古董音响，小心点啊。闪电，快过来。我一会儿就来。谢谢，多多，快过来跺脚试试。震动波放大了。多多，再用力一些试试。姐姐会想办法救妈妈的。闪电，你去查看一下情况。彩虹，咱们先把多多送到峡谷上面安全的地方。咱们走。来，多多。
我来带你上去。你的脚被压住了。风暴，风暴！大象妈妈的脚被石头卡住了，我一个人搬不动，需要紧急支援。嗯，知道了。彩虹，你照顾好多多，随时待命。好，多多，咱们走。嗯。风暴，交给我吧。风暴力量。多多已经成了妈妈的小小护卫队了。真的吗？耶、yeah! 太棒了。我的音响，你们赶紧帮我把音响搬回去吧。勇敢的护卫队翱翔在天空，前进不后退，一路向前冲，闪电